垃圾桶，最好是鸡桶吧。我拿纸。手机没电了。鸡头一袋里边是四个。哎，不知道。不用擦。今天吃牛蛙啦，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袋了，太好吃。大腿儿，麦耳朵。猫耳螺、牛鼻子螺，还有老婆酱，一样一盒啊。看，卡在这儿了。生烤鸡爪来了，我的最爱，生烤鸡爪。这是加热的，收到货开袋就可以吃，但是你要是加热一下会更好吃的，就是微波炉啊，空气炸锅，加热几分钟就行。这鸡爪子真香，真好吃。
马大杂烩。拉丝大肠，有活动啊，姐妹们，拍的越多越合适。再来吃个大肠，姐妹们，大肠还有优惠啊，拍的越多越合适，现在还是有活动的，无忧无忧。麻辣的猪脆骨，可香这个。今天拍，明天发，每天下午3点发货。咱们家醋头、鸭头啥的啊，就是牛小子他们家是每天下午3点发货，然后周日是不发，其余时间都发货。鹅胗，这是我刚才吃剩下的，你看这个头多大，都这么大。开始筋，
吃两个，我跟你说就吃饱了，很香，快递还快。